节，一个刚满19岁的黄毛丫头，却因为出色的唱功和爆炸性的舞台表现，拥有亿万的 fans。今天的那可不一样，请到的就是这位人气爆棚的大笑姑婆，最臭屁的马可遇上了最自恋的何洁，现场正是状况连连呐、啊！我受不了这样的刺。在万丈红尘中呐，谢谢你南哥，谢谢你南哥。今晚的内容绝对爆笑，你千万要看。今天这位嘉宾真的让我们大家有一种如临大敌的感觉。嗯，从昨天开始哈，我们就接到通知说今天晚上我们要录这一位大嘉宾，然后到了今天早上，然后早上起床时候大概是清晨10点多钟吧。起得早是不是？我们电视人都是这样的作息习惯。清晨10点多钟，我们漱口的时候又接到一个电话说，因为这位大牌档期非常紧，所以不能够来了。我们觉得特别丧气。然后到了下午，我们已经安排了自己的活动，结果又来了个电话说，我们大牌档期调过来了，请你马上过来开始录。大牌档期。大牌的档期啊，他自己要求有一个特殊的方式能够出场。我们有请何洁。有请。因为所有大牌都是这样的，因为他们老是说我是大牌，我没有，所以就摆一下大牌的样子。对啊，我刚刚忘了说一点，其实我们娜娜呢也是这位大牌嘉宾的 fans 了，所以我刚刚在做节目之前我就跟娜娜提醒过，对，你是大台的主持人，对，要有大台的风范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，你要保持心平气和，要镇静，要矜持。 OK OK， 所以我刚才你刚刚就有一点过分了。没有啊，我刚才的状态是有请何洁。恭喜我吧。我已经忍住了，我已经忍住了。就是说碰到何洁的话，你会情不自禁这样，对吧？会啊会啊。其实她真的很红的，娜娜在这一边很红，而且现在这一档娱乐节目在全省的收视率是第一。慢慢也会聊是吗？哎，早点说，直接穿衣服吧。我觉得，哎呀，早点说。你以为我们收视率很高啊？直接穿一件衣服就过来了。我们今天真的没有请错嘉宾吧？应该没错吧？你是何洁吧？何洁。何洁呢，就是一个爱笑的女孩。对，那刚刚一小段对话我们已经看出来了，而且那笑声特别特别爽朗。她在舞台上的时候，我觉得不只是爽朗，哎，就是特别有特点，然后各种特色的笑。对对对，而且她笑起来会像很多人。哎，对，你不要做出这么大意的感觉。有人跟你说过相同的话？来了来了，来上来。因为我经常发现她在被拉到喝酒啊，或者是酒席里面。你的内脏掉出来了。放进去，放进去，放进去。哇，你的娜娜，你好有性哎。是啊，我亲自为何洁来装麦。啊，再掉一次，再掉一次。不要了，拜托，我们设备很值钱。何洁呢，她的笑起来的时候，她的笑容就会像很多人。我想大家其实如数家珍了，比方说郑秀文，下一个。哇，像。还有谁？然后还有谁啊？李玟呐、啊。然后还有李玟，杨千嬅。杨千嬅，你知道杨千嬅，我像她是自然的像。她是大笑姑婆。就是这样吗？就是这个样子。没有她的笑，还有一种呢？她的像是现在这种笑。对。你那是咽气。小小的抽搐的声音很可爱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呢，他现在又有。是，然后你在舞台上就是放肆的笑，就完全没有顾忌的，对不对？嗯，好吧。哎呀。请问您来自哪个星球啊？为什么听不懂我们讲的普通话？下一个问题。你知道吗？他刚才进门的时候说我像您的人呢。像谁？低调一点好不好？没有了，现在不流行低调。像谁？你们俩不要啰里吧嗦，像谁？张含韵。像谁？像张含韵。再说，拜托你先记住，来再说一遍。我刚刚说什么来着？他像谁？我下个问题。他像谁？张曼玉了。像张曼玉。对。
很多人都说你，然后你不觉得吗？那他侧脸这地方，还对对啊对啊，因为我的颧骨很高嘛。对对 对, 对，还有人说我像长盘贵子。你说张曼玉我可以忍，你说张曼玉和长盘贵子他们都这么有男子汉气概吗？他们没有男子气概，他们很有气质，对吧？嗯。但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肯定胜出他们的，嗯，就他们都已经老了。哎呀，芷馨。谢谢啊，没有了，你叫小妹就好了。芷馨。我今天其实真的会让大家疯掉的一期，是这样吧？与其让，你知道吗？这是马可的座位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小妹妹可以坐。但坐起来的时候不要左右摇晃。哦，好了好了，你可以放松，你可以放松。对，你在私底下说自己很有语言天赋的哦。嗯，对。你可以说哪几个地方的方言？四川话。四川我们来一段。四川话有没有这样好玩的？学差不多了吗？不要问我曾经经过多少人，你不懂我伤有多深，在人多时候最沉的笑容也寂寞，哎呀，在万丈红尘中啊，别走别走，找个人爱我还是要带飞回来，到这里来，回来回来，不要被他说，他经常会这样子的，他很自恋的，真是的。有我自恋吗？啊，你也很自恋吗？你是冷小姐，我比你更会冷。好了，刚刚是四川话，来一段。四川话，嗯，四川朋友们大家好，但是我说不是很标准吗？哎呦，你还没有我们两个懂得多呢。吃火锅不输芊芊，吃串串才输芊芊的我，家住在武林边，家里还停电儿，现在还是停电儿，宝气是容易传染。来，而且你的笑点怎么那么低啊？身上肯定有开关，对不对？把它关掉。没有啊，我讲的都也很好笑啊。然后就是很爱笑了，对，然后那时候就很活跃。然后我那一期其实挺可惜的，有个王王你看见了吗？对、啊、那个小老虎，对 ，Tiger， 我的好朋友，本来是那天如果我被带定了，嗯，我就可以用那个老虎给我拉票，但是那天我直接通过了，烦死了。还有这样的人，天哪！你没有考虑过其他的超女看到你这一段会不会心里不舒服？没有，因为这段话我早说过。早说过，崔大不介意。对啊，所以。然后何洁就是个超自恋的人，对不对？嗯，我没有你自恋呢、啊。我哪里有自恋？开那么大朵花还不自恋？这不是我的要求啊，也不是我的设计啊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我就送给你了，鲜花赠美人嘛。好，摘下来吗？不要勉强，不要勉强。好了好了，我们下来，我们下来慢慢送。没有了，不，马可是一个很大方的人，下来慢慢送。你摘。不，就做做样子，大家不要当真哈。舍不得的，你知道吗？没有没有，不大好拆，不够炫。不大好拆，下了节目之后，我肯定要送给何洁的。嗯，但是何洁，说我最近档期比较满，我下楼就要走。这朵花档期也很忙哎，他天天都要上节目。好厉害哦！哎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盯这个东西的？我一直在看。这个成都比赛完了之后嘛，我就盯了。怎么想到在这儿盯一个？我特别喜欢呢。痛？不痛。不痛吗？嗯，我跟你讲，盯这个有瘾的。有什么瘾呢？就是很多穿孔的年轻人就越盯越多，为什么呢？真的不疼，而是有瘾。怎么可能不疼？我打两个耳洞好痛的，然后一个星期不能。这是我的第一个耳洞，打完之后我就上瘾了，我就打第二个，然后再打第三个，然后再打第四个，最后决定打这个。真的不痛吗？可是为什么我会痛呢？我也痛啊，你看我这个发炎了。是啊，很容易发炎的。那你放在这里的话，如果一开始打的话，你难道不洗脸吗？要一个星期不洗脸？要洗啊，取下来洗了。那会发炎呐、啊？不会啊。你看现在上面就肿个小包包，你还说不会？那是现在发一小点点炎呢、啊，因为化妆了。对啊，天天都要上妆。何洁超爱美，对不对？没有啊。肚脐上有没有钉啊？我。你刚才说你会上瘾吗？不，你们两个女生可以交流这一点。娜娜，你代表观众看一看。身材不允许，好不好？